哦，佢呢個拍攝係影緊，第一聲就手型衝啦，第一聲就我已經喘氣，我已經要好靈活啦。第二式咧犀利啲嘅喎，第二式叫做弓馬步衝拳啊，開始要集馬喎，請教，係啊，準備好馬步啦啊！我哋都係咧好拳立正開始嘅，係佢已經完咗。首先我哋打左邊第一個馬步衝拳，一開馬步打拳，係向左邊打。 立正，你翻好，轮到右边咯喎，一个马步，一个弓步，一个马步，啊，开右手右脚马步冲拳，系跟住转身左手冲拳，弓步冲拳，跟住左手拉右手推转翻马步冲拳，系跟住立正，嗱我哋左右各做多次，快手啲噶咯喎，预备，左手左脚一，系右手冲拳二，马步冲拳三，上翻嚟立正，轮到右手右脚马步冲拳一。 二，腹部充拳，三，马步充拳，系，四，立正，好，唞唞，系，呢招之后咧，我都出晒汗啦，大家热好晒身嚟啊，出晒汗啦，唔止系热身嘅啫，嗰边头嗰招，系训练我哋边个地方嘅？我呢个腰马非常之好嘅锻炼啊，拧嚟拧去咧，条腰都瘦啲啊，食咗大肚腩咧，转多两转咧，即刻冇晒。就系冬天咧，唔好打边炉咯，我哋打长拳啦，仲好啊，继续打我哋嚟。 三，再勾拳，四，系，我哋交叉手再拱出，左手右脚，最后一次一，弓步勾拳，二，踢脚，三，勾拳，四，立正，系，好，好，唔该晒梅师傅，踢佢呢个使唔使加取字啊？有啲小朋友学咗，唔紧要嘅，小朋友要踢。